大家好，这里是陕西奇太公姜子牙的墓。姜子牙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上前去看一下。哎，这位小哥哥还在拜祭姜子牙呢。今天姜子牙墓前香火不断啊，有好多人来过这里。姜子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，他为周朝开创了800多年历史。周康王六年，姜子牙病逝于镐京，享年139岁，长眠于此。我们面前看到这块墓碑是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，上面刻有三个大字奇太公，这后面是他的封土堆，上面已经荒草连篇。我是地灵探索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未知事件，马上开启直播。